发髎穴主要功效，缓解痛经，治阳痿。穴位定位，发髎穴位于腰骶孔处，实为上髎、次髎、中髎、下髎，左右共八个，分别在第一、二、三、四骶后孔中，主治疾病月经不调、痛经、带下、阳痿。掌握以下两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手掌按揉发髎穴100至200次，每天坚持，能够治疗月经不调、痛经、带下等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回旋灸发髎穴5至20分钟，每日一次，可改善小便不利、痛经、阳痿、阴挺、不孕不育症等疾病。注意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暴露皮肤。操作完毕。